了解啊。我们是跟着时代的潮流走，不知道自己意志，我有种害怕的感觉。我让自己结婚，是因为人们认为你应该有丈夫。我想，晚是会结婚的，将来。但是为什么要选我呢？结婚，助男人本性毁灭，灵魂出卖，羞耻的投降。我会从个前程无量的人，变成一个只有过去的人。从此以后，将成为某某人的财产，一个二手货。那你的老婆可以戴上一顶帽子，把自己打扮丑一点，更相配啊！就是啊，我的老祖母。然后他可怜无下功，他会当众丢掉诱饵，好显自己更了不起。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美丽初看很好，但是在物语放了三天之后，又还有谁会去在乎他呢？而且你从来不注意我的长相跟打扮，对你而言，我可能只是雨伞架子。好啊，大家都辛苦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明天就要上台了，大家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导演，我现在是有点紧张哎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舒缓心情啊？导演，等一下。总监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想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，谭导，董事长要把这交给你。董事长。我最亲爱的艾莎菲尔剧团，很遗憾要告诉各位这个消息。由于剧团的营运连年亏损，于是在一个礼拜前通过了杰森集团的并购案，即日起剧团归该集团所有。哎，你在说什么并购案？并请大家到杰森集团应征新剧的角色，未选上者将不再受到聘用，望请大家配合。搞什么东西啊？所以是连我都要去甄选吗？听说那新导演不过就是个刚从国外回来的新人罢了，凭什么？他凭什么面试我们啊？导演，他都会甄选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我苦练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这次巡回公演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吗？他们在干什么？只是董事长说要去补强。我想，他也尽力了，把这些钱拿出来之后，准备打包，四处逃债，准备死。够了，别再说了，你就别说什么逃债了，这哪是钱的问题？你知道他在毁多少人梦想吗？对，你们都不知道，你们眼里就是有钱，什么鬼地方，什么鬼生活？玉贤。本性毁灭，灵魂的出卖，羞耻的投降，我会像一个被人用过后丢弃的东西一样烂掉，我会从个前程无量的人变成个只有过去的人。玉贤，你还好吗？玄荣，我也在这里。看，原本我会对大放异彩，让我的名字在戏剧界更流传歌颂。原本这下面会有满满的观众，现在却只是黑压压的一片，什么都没有。玉贤，其实下面还蛮多人的。出来跟我讲讲屁话。我爸他现在说我的未来就像纸飞机一样随波逐流，一命就破。玉贤，所以为了你的梦想才更应该振作啊。什么梦想？要不是因为他，
帅啊，帅啊！哎，轩柔，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没有梦想，没有本钱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还能做什么？玉璇，那你要不要试试看杰森集团？听说他们导演是从耶鲁毕业的，感觉还不错哎。我才没有什么杰森集团。你也不看，他们多嚣张，多无情。叔叔公开甄选京剧，要我们去试试看，那岂不是他们解散吗？哎呀，他们这样做一定要他们的考量啊。玉璇，你就看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哎，纸飞机，你刚说他是从哪里回来的？他说是耶鲁，那就是美国吧？美国？那应该是本来演人鱼超人那部戏吧？嗯。你演什么角色？我演 Tanner。Tanner。我演。所以你是艾莎菲尔剧团之前的男主角啊？太好了。你是？玉璇。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从大学一直到现在的男朋友，也是这次飞机的导演，玉璇亲爱的飞机飞璇，我的国中同学。这么巧啊，那你愿意参我们这次的公演吗？艾莎菲尔去旁边并购后，你现在应该也没有工作吧？好嚣张啊！太呛了。玉璇，不然你就试试看嘛。对了，邱先生。你今天是来应征的吧？那你对我们这次的新主题纸飞机有没有什么看法呢？这次的主题纸飞机对我来说有很重要意义，它承载了我一段的过去，关于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的时光，很多的回忆也在过去日子里陪伴我好久好久。真是太好了，跟我的主角设定实在太像了。好，那我就赶快进来试镜吧。我先出去讲个电话。好，那我先看就好，你去吧。